各位同学，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延续上学期的货币影响学课程。今天教学的目标是存款货币创造的介绍，让同学对存款货币创造的原理有基本的了解。本讲次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存款货币创造的基本原理；第二个重点，存款货币的变数创造。包括简单模型、一家银行与多家银行。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存款货币创造的基本原理。从上学期我们得知货币供给额 M1B 的定义，M1B 等于通货金额加存款货币。通货是由中央银行所发行，其增减变化可由中央银行控制；存款则是由商业银行所创造。商业银行透过放款与投资的活动，可以创造存款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存款货币包括支票存款、活期存款与活期储蓄存款，这三个占货币供给的大部分。所以，想要了解货币供给的原理，必须先了解存款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货币供给额的变动会影响利率、物价及所得等总体经济变数，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由存款者将资金存入银行所创造的存款货币，我们称为原始存款，为期是以等额的现金或者是他行的支票存款来替换。因此，就这个行为而言，货币供给量并未改变。不过，一旦银行将余裕的资金用来放款与投资，则其所创造的衍生存款及货币供给量将呈倍数的扩张。至于银行的资金来源，若来自于中央银行，则对存款货币及货币供给量的扩张能力将胜于前者。而所谓的衍生存款，是指存款来源为银行或者央行，而由银行透过放款、贴现或者投资所创造的存款货币，银行为主动的一个积极地位。而存款货币创造又称为货币信用创造，是指银行增加在外流通的货币供给量的过程，也就是银行透过衍生存款，其管道为放款或者投资所产生的。存款货币一般而言，银行会透过四种途径来创造存款货币。第一个管道是客户存入现金，第二个管道是客户存入其他银行的支票，第三个管道是银行的放款或投资，第四个管道是公开市场操作创造存款。我们先来说明第一个管道，客户存入现金。假设客户将1000元的现金存入甲银行，那此时甲银行的准备金和存款货币均增加1000元，则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那此题的例子是借准备金贷存款货币，而准备金是银行的资产项目，所以资产负债表的 T 字账里面是属于加项，而存款货币是银行的负债科目，所以当分录出现在贷方时，是属于贷方的 T 字账的贷方的加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改变，全体社会的通货金额减少与存款货币增加1000元同时发生，所以货币供给额是不变的。那这边的不变是指直接效果。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管道，客户存入其他银行的支票。假设客户存入他行的支票，例如客户收到一张乙银行的支票1000元，那他将支票存入他在甲银行的存款账户，则甲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我们先看到的是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那此项的话，甲的银行的分录是借准备金贷存款货币，也就是说，
借准备金，准备金是银行的资产科目，所以在 T 字账里面是属于加项。而贷存款货币，存款货币是银行的负债科目，所以当出现分入在贷方时，则 T 字账就是在贷方的加项。接着我们看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乙银行的话是借存款货币，贷准备金，那存款货币是银行的负债项目，所以当你出现在借方时，所以是减项。而准备金是银行的资产项目，所以当你出现在贷方时，所以是减项。因此，乙银行的 T 字账准备金减少1000元，那它的 T 字账的贷方存款货币也是减少1000元。而整体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是不变的，即存款货币也是不变的，所以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的 T 字账准备金不变，而存款货币也不变。那透过这样的票据交换与清算过程，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准备金和存款货币均增加1000元，而乙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准备金和存款货币等额减少1000元。最后，全体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不变，只是准备金和存款由乙银行移转到甲银行而已。接着我们看第三个管道，就是银行的放款或者是投资。银行可以透过放款或者投资，将超额准备移转到客户的存款账户，也会增加存款。例如，甲银行对某一个客户放款1000元，放款金额直接拨入该客户在甲银行的存款账户，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我们先看到的是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那这个行为的话，分入是借放款1000元，贷存款货币1000元，而放款是银行的资产项目，所以当出现在 T 字账里面，也就是借方的时候是借加项1000元。而存款货币是银行的负债科目，所以当分入出现在贷方的时候，则 T 字账里的贷方是加项1000元。那这种情况之下，银行以本身的货币性的负债与客户的负债相交换，也就是说，银行以及存款负债给借款者，那以换取借款者未来偿还等金额的债务的承诺，也就是银行增加放款的资产。或者银行得以其存款负债与客户所持有的生意资产相交换，以增加其投资资产的持有。由于这些方式而产生的存款，我们称为衍生存款。这种存款货币的产生，会使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等金额的增加，但其主动权是操在银行手中。因此，银行的放款或者投资都会改变全体社会的货币供给量。接着，我们来谈谈前面有提到的原始存款与衍生存款的差异。原始存款它的特性是，第一个是它是消息所产生，那第二个的话，它是现金或者是他行资标存入银行才会产生。第三个的话是原始存款是不增加货币供给量。那这边是单纯指的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果，但是衍生存款它第一个特性它是积极所产生，那第二个特性说哈是银行的放款或者是投资而产生，那衍生存款的第三个特性它是会增加货币的供给量，那这边的增加货币供给量仅仅指直接效果而言。接着我们看第四个管道，透过市场操作创造存款。由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债票券的过程，也可以创造存款货币。例如，中央银行向票券商购买1000元的公债，债款转入此票券商在甲银行的存款账户，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我们先看到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那此项的一个行为，中央银行的分入是借公债1000元，贷准备金1000元。那公债对银行来讲是资产，所以当出现在借方的时候，则是属于 T 字账的加项。而准备金对中央银行而言是负债，
所以当分路出现在带方的时候，是在 T 字上是属于加项。所以我们看到 T 字上的中央银行的公债是增加1000元，而 T 字上的准备金是增加1000元。接着我们看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那此项的行为，甲银行的分路是借准备金1000元，贷存款货币1000元。而准备金对一般银行来讲的话是资产，所以当出现会计分入借方的时候，在借方的时候是 T 字账的加项，而存款货币是一般银行的负债，所以分入的时候出现在贷方的时候，在 T 字账就是贷方的加项。所以可以看到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借准备金1000元，贷存款货币加项1000元。那最后银行体系的存款和准备金都增加了，货币供给也会随之增加。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存款货币的倍数创造。所谓存款货币的倍数创造，是指银行超额准备的增加，透过放款和投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存款是新增准备金的数倍。为了说明这个原理，我们以简单的模型来探讨。所谓简单的模型，包括下列四个假设。第一个假设，银行体系只有一家银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独占银行。第二个假设是，银行的存款都是支票存款。第三个假设是，银行在放款或者投资过程当中均没有现金外流。所谓现金外流，是指现金流出银行体系的一个现象。第四个假设的话是，银行不愿持有超额准备，也就是银行以追求最大利润，会充分运用超额准备金，不会有闲置资金的一个现象。接着这个模型，我们来先看第一种情况，假设独占银行存款货币的创造是来自银行的资金或者是中央银行。假设中央银行向甲银行买入公债1000元，则甲银行的准备金将增加1000元，公债将减少1000元，也就是甲银行会计分录是借准备金1000元，贷公债1000元，而公债是银行的资产项目，所以当出现在会计分录的贷方时，则属于 T 字账的资产的减项，所以公债会减少1000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甲银行的 T 字账的话是借准备金增加1000元，而公债也是在借方，那因为它是资产项，那会计分录是出现在贷方，所以的话 T 字账里面的话，公债是减项1000元。那根据第四个假设，银行不愿持有超额准备，所以会将卖出公债所增加的准备金全数用于放款，那此笔款项会拨入借款者的一个存款账户，则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我们看到的就是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T 字账里面，借方借准备金增加加项1000元，公债减项是1000元。那这个的话是刚刚这个 T 字账刚刚已经有说明了，那经过这个过程放款，则 T 字账里面放款第一个阶段的放款是1000元，是在 T 字账里面的借方的加项，而放款出去后再回存到银行，所以等于是存款货币第一阶段是存款货币1000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设中央银行规定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率为20%，所以经过刚刚的一个 T 字账第一阶段的一个信用扩张放款，甲银行创造了1000元的存款货币。那依规定，甲银行应提列20%的法定准备，法定准备我们也称为应提准备，也就是200元，那就是1000乘以20%会得到金额是200元，那剩余的则为超额准备，也就是1000减掉200是等于800元。所以将上述的过程，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变为 T 字账里面的应提准备是200，超额准备是800，那这两个都是在 T 字账的借方是加项，而 T 字账的借方的公债是减项是1000，放款的第一步骤是1000元。那 T 字账里面的贷方存款货币的第一阶段是金额是1000，那这个也是在贷方是属于加项。那根据上表，
由于独占银行仍有800元的一个超额准备，因而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一个放款。而第二阶段的放款是将800元的超额准备做放款，那此放款金额再全数存回银行，则甲银行要依规定应提列20%的法定准备。应提的法定准备为800×20%=160，所以加上原本的应提准备为200，加上第二阶段的存款应提准备为160，所以目前的应提准备加起来共为360元，则甲银行独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变成如下。T 字账里面的借方应提准备360，就是原本的200再加上第二阶段的应提准备160，所以等于360，而超额准备是640。T 字账里面的借方公债是减项1000，那放款的第一阶段放款是金额是1000，第二阶段的放款金额是800，而 T 字账的贷方第一个阶段的存款货币是加项是1000，第二阶段的存款货币的金额是800。那从上述的超额准备640元是第二阶段的存款货币800减掉应提准备的160所计算出来的，所以根据上述的一个分析，甲银行仍有超额准备可做第三阶段的放款，为每一阶段所创造的存款金额均小于前一阶段所创造的金额，也就是说存款货币的创造会持续下去，但创造的金额会继续的缩小，一直直到没有超额准备为止。我们以公式来衡量超存款货币的创造，假设 delta R 是代表新增加的准备金，那小 r 上标 D 是代表法定存款准备率，那 delta L 是代表新增加的放款， delta D 是代表新创造的存款货币。所以因此各阶段累积的放款为第一阶段为 delta L 等于 delta R， 如同刚刚的例子，放款一的金额1000元等于甲银行从央行取的准备金1000元，也就是 delta L 等于 delta R。 第二阶段的累积，这边讲的是累积，所以 delta L 除了刚刚第一阶段的 delta R 之外，再加上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 D 刮弧，那这个第二段的累积如同刚刚的例子，就是第一阶段的放款1000元加上第二阶段的放款800，那800是由1000×1%=20刮弧，也就是刚刚讲的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 D 刮弧的金额所求算出来的。那接着第三阶段的累积以此类推，delta L 等于 delta R 加上 delta R 乘以刮弧一减小 r 上标 D 刮弧，再加上 delta R 乘以刮弧一减小 r 上标 D 刮弧平方，那以此类推，那最后阶段 delta L 会等于刚刚的累积的金额，就是 delta R 加上 delta R 乘以一减R 上标 D 刮弧，在最后一项的话就是 delta R 再乘以一减小 r 上标 D 刮弧 n 减一次方。所以从刚刚的例子里面 delta D 等于会 delta L， 所以会等于1000加上800，那这个式子里面经过我们用无穷等比级数之后简化，则 delta D 等于 delta L 会等于一除以一减刮弧一减小 r D 刮弧再乘以 delta R， 那最后精简的公式 delta D 等于 delta L 会等于一除以 r 上标小 d 乘以 delta R， 那这个的话是以上这种情况之下的一个简单货币乘数的一个说明。所以上面我们的r d 分之一就是我们俗称的简单存款乘数，为银行体系所创造出来的存款为新增加准备金的一个倍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放款会等于存款货币创造的一个总数。那接着本例我们看到这题例子，中央银行的独占银行中央银行向独占银行买入公债1000元，那此题甲银行新增加的准备金是1000元。经过刚刚的说明之后，我们知道一连串的信用扩张的过程，
使存款货币所能创造的最大金额为一德塔 D 等于德塔 L 等于一除以零点二再乘以一千元，所以得到的金额是五千元。所以此题的例子新增加的放款总计为五千元。换言之，如同新增加的准备金会使存款货币倍数扩张一样，若准备金减少，就会造成存款的货币的一个缩缩。接着我们要讲第二种情况是独占银行的存款货币。的创造是来自于客户的原始存款的增加。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存款若来自于原始存款，对货币供给额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客户存入他行支票来说，存款由一家银行移到另外一家银行，故货币供给额不变。那这边的货币供给额不变是指直接效果而言。那以客户存入现金来说，吸收现金存入的银行固然存款会增加，但流通在外的通货却减少。存款货币增加，但通货金额等额减少，自货币供给额是不变的。那这边的不变再强调一次是指直接效果，但是吸收原始存款的银行仍可以将超额准备用于放款或者是投资，以创造存款货币，故最后存款货币和货币供给量还是会增加。那这边的会增加是指间接效果，为存款货币和货币供给的扩张效果会不如存款来自刚刚说明的中央银行或者是银行本身资金的一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若客户将现金一千元存入甲银行，则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如下。那这个例子里面甲银行的分入是借准备金一千元，贷存款货币一千元。那这边的存款货币是客户存入现金，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谓的原始存款。所以原始存款情况之下，甲银行也依法要提列20%的一个应提准备。因此，甲银行资产负债表可以进一步表示如下，也就是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应提准备是200元。超额准备是800元，那 T 字账的借方就是应提准备跟超额准备各200及800元，而存款货币的话，在贷方是1000元。那这边存款货币要提醒同学的是，这边是属于原始存款。好，那接着根据上表的说明，甲银行有800元的超额准备，则可以进行第一阶段的放款8800元。那此放款金额会再全数的存回银行，甲银行同样要依规定应提列20%的法定准备，所以应提的法定准备为800×20%等160。那应提准备原来是200，所以加上现在的160的应提准备，所以应提准备总共为360。因此，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表示如下。那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 T 字账应提准备，借方应提准备是360元，借方的超额准备是640元。那第一阶段的放款是800元，而 T 字账的贷方存款货币1000元。那这部分的1000元刚刚提到是属于原始存款，非创造出来的衍生存款。那 T 字账里面另外一个创造出来的衍生存款，存款货币创造的金额是800元。接着，从上述的超额准备640元是第一阶段创造存款货币800，减掉应提准备160所计算出来的。由于甲银行仍有640元的超额准备，因此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放款。此放款金额会再全数的存回银行，所以甲银行依规定应提列20%的一个法定准备。应提准备金额为640×20%，所以得到金额是128。那原本的应提准备原来为360，加上存款货币第二创造的金额是100，应提的准备是128，所以总共应提准备共为488。所以我们接着看一下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表示为如下。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目前的话，就是在 T 字账的借方应提准备是488元，
超额准备的话是512元，第一阶段的放款是800元，第二阶段的放款是640元，而 T 字上的贷方，第一个项是存款货币是1000元，这是原本的原始存款，而第一阶段所创造的存款货币是800元，而 T 字上的存款货币第二阶段创造的是640元。好，那上述的说明的超额准备512是第二阶段创造存款货币的640，减掉应提准备128所计算得出来的。所以从上面的信用扩张过程当中，只要银行有超额准备，放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没有超额准备为止。那从各阶段累计的放款变化，我们知道第一阶段为Delta R、Delta L 等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刮弧。那这部分的话，如同刚刚放款的第一阶段的800元，是等于甲客户存入的1000元的超额准备，再乘以一减20%，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刮弧，也就是100乘以一减20%。那第二阶段的累计的放款为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刮弧，再加上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刮弧的平方。那以此类推，第三阶段的话 ，Delta L 是等于 Delta R 乘以刮弧一减小 r 乘以上标低刮弧，再加上 Delta R 乘以刮弧一减小 r 上标低刮弧的平方。那以此类推，加上 Delta R 乘以一减。上标低刮弧的三次方，所以最后阶段的话，就是最后的阶段的是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刮弧的 n 次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所有增加放款的总计会等于新增加存款货币的总计，也就是说，我们存款货币创造的金额，也就是衍生存款，都是为 Delta D 会等于 Delta L， 也就是800。加640，那根据前面的公式的说明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再加上 delta r 乘以一减小 r 上标低的括号的平方，那以此类推，那这个公式里面利用无穷等比级数之后化简之后，会等于一减小 r 上标低括弧除以一减括弧一减小 r 上标低括弧再乘 delta r。那这个公式是利用无穷等比级数之和，就是一减 r 分之 a， 一减 r 的话是无穷等比级数的公比 ，a 的话就是所项。所以利用这个观念之后，我们把公式化简，最后 delta d 等于 delta l 会等于一减小 r 上标 d 刮弧再除以 r 上标 d 再乘以 delta r。那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放款创造的金额会等于存款货币创造的总和。所以因此甲银行接受客户存入现金1000元，在法定准备率等于20%的情况之下，存款货币所能创造的最大金额为 delta D 等于 delta L， 也就是等于刚刚公式的说明，一减 0.2 除以 0.2 再乘以1000，所以得到金额是4000元。由此可知，若银行初始存款的增加是来自于客户的原始存款，其所创造的存款货币和新增加的放款均低于初始存款是来自于中央银行或者银行本身资金的情况，因为它的乘数一减小 r 上标 d 除以 r 上标 d 会小于一除以 r 上标 d 的一个乘数。以上是今天的课程内容，谢谢收看。